查掉啊？好，啊，你看咱个地址传给我。总算找到周凯生的地址啊，卡等就会使带小五去找伊。但不过周凯生嘛足奇怪呢，好好的名不爱应，说改叫什么孙浩明。这小五嘛实在是，啊，平常时搞安尼低调调，怎么说看无来？两个宝贝的口，应该是巴肚枵。我先查看卖，都位有灵魂，还够留住啊？先替宝宝准备好者。总为者，都为唔起，偏偏叫我拄着。今仔日，我就要跟你好好算我甲四瑶这条小。看你安尼，亲像鸟鼠共款，咧嗡嗡叫叫咧过生活。我毋则想讲，要较早替你解脱一款生活，你应该先感谢我。先拢甲我聊来遮。我真正要感谢你，这只是，我每一趟啊出去，我随时拢会当走，我只是唔甘愿。我要感谢你对我照顾之恩，我乃非死人亏。宋伟泽，你到底想要创啥？你不要白来哦。现在会怕的是我想什么好怕的不对了爱一个女孩子爱十年结果现在这个女孩子不爱你所以爱着另外一个女孩子哎，咱两个算起来算是同病相怜的啊不是你比我更凄惨恁家这天神建设已经让人规划放弃了所以你这么算是一无所有，你搞掂去，我的事情没你管，是没我管，啊，不过你是生是死，这我就爱管了。我本来按什么帮你算，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跪落来求我，求你做袂到，人家唔惊死啊。谢子琪，啊，你手内给我这变态包条诶。哎，今嘛什么时阵啊？跟你问我问题，继续无法救我。救你，我鬼呢？我无都替你偷手啊啦！那呢，恁家两个报警啊？哎呀，我嘛无都报警，无都卡电话啊！你真有够垃圾呢！进来啦，
你想看卖有啥物办法啦？我讲你唔惊，一个人对空气安尼细细念，是不是爱我送你看精神科啊？钟伟哲，你已经把我放走了，我会使马上带你看小儿科。袂歹嘛，到即摆嘴骨遮硬啊！我讲的拢是事实啦。参像你这款人，除了用奥博以外，你阁会用啥？无安尼啦，看在你这么有心意，敢若剩一只手，阁有法度把我绑来遮。你只要放我走，我就白甲你计较。还阁有你陈万条爱记的，你若是阁去看到小婷，我绝对袂放你煞。我原本真想要放你走，但不是啦，我即马后悔啊。我要让你试看卖，跟我同款，长脚长手的滋味。看你这款表情啊，钟伟哲，连你是正常啊？会当让我感觉满足，你是吗？安怎？无去啊，放弃啊？那你我得做一件让你较快活。想到他对我钟伟哲会惊到安尼啊，是不是伊看到你啊？你不是跟我讲过，除了我以外，无人看得到你，还佫看得到你？我确实袂用故意狠心予人看到，所以我若破戒咧，真紧就会魂飞魄散。小五，你讲的是真啊假的？我讲的当然是真的，看管你无看到，我即马愈来愈无气力啦。我真正不是在跟你讲生笑的。小五，来安尼啦，敢讲无其他办法啦。子琪，这边我真正要离开你啊。袂用的，你袂用的离开我的。你还袂找到你的亲生后生，你还袂看到周凯生，你还袂替我找到我的亲生爸母。咱也袂去食提拉米苏，你袂用讲话无算话啦。子琪，是的，我无法度答应你。玲儿，你一定要答应我，你是这个世间唯一上了解我的人，你就亲像是我厝内底的人，所以，小五。你袂用离开的，你袂用离开的啦，小五。我就要带你去见，你去想看卖，你有啥话想要对伊讲？